你在进公司之前是签了一份保密协议的。除了你之外，还有人看到过这份原始保单吗？ 从现在起，我说什么，你做什么。你到底是谁呀？你有别的选择吗？想知道我是谁？我也是被威胁的。王浩振，你别再逼我了，我不是一个坏人，我只是个普通卖保险的。你现在没资格跟我讨价还价。 觉得你够狠。